贵叔，这是赖账，但是这个人呢，你这样，你不要给钱，他说捡的了，他有一年时间，就放生吃过大，向这边延伸，让他协调对称，中间修两座石鼓桥镂空的，这块两万多块钱，现在他们说到两百万要修不起啊，请客人看看是这样敲打出来的，没有图纸啊，你看雕刻的什么？一龙戏珠。 再看，这个是不是二龙戏珠？这是不是二龙戏珠？这是不是麻姑在现身？麻姑在现身。麻姑现身。栩栩如生啊！对对对。就用修这两座石拱桥，移民军人跋涉呢，就全家龙转飞耶！哎，桥修好后，允许游人通过，为何把它围起来的？ 86年4月8日下午，时任国务院的副总理李鹏到双工厂来呀，看到这两座石拱桥赞不绝口，临走时对事务单方上庙台和和尚交代：“你这两座石拱桥是镂空的，让游人通过把它省回来，咋个办？还把它围起来的。现在你不是没有时间，这已经可以把它打开了。”
笑口常开，这笑口常开就是天下之大开。圣人说，他说从头到笑，就是在笑天下国家之人。我说这是侠义道，从广义的来认识他，笑口常开，看看有没有和蔼可亲、平易近人那个味道啊？大家看。